羽球，奥运后就没赢过戴资颖，印度一姐呛有信心击败他。2018世界羽球锦标赛开战在即，世界球后戴资颖被视为女单夺冠的热门，上届银牌印度一姐心动。 PICNDHO 今接受印度时报专访时表示，有信心能够击败戴资颖，对于夺冠也是势在必得。世界排名第三的辛布自2016年里约奥运击败戴资颖之后五度对决小戴都输球，最近一次两人交手是在六月的马来西亚公开赛，戴资颖以 21.15 分、19.21 分、21.11 分击败辛布，拿下对战五连胜，对战成绩为9胜3负。辛布接受印度时报专访时认为，戴资颖是一名实力非常强的选手，不过击败他不是不可能的事，若是能在世锦赛冠军战交手，我有信心能够赢他。辛布认为场地条件可能会成为影响胜败的因素之一，自己必须保持专注，不能出任何差错，让他有可趁之机，戴资颖的回击都会让对手反应不及。不过辛布有信心地说道，我会击败他的，以前我就曾经做到过。